史官称此年为荧惑之年，荧惑杀戮也。那一年魔教问鼎中原，武林纷乱不止，生灵涂炭，以四御剑派为首的正道领袖为抗击邪魔创立一天盟，双方在青木崖上展开了惊世骇俗的激战。那一日后，江湖格局大改，邪魔覆灭，四御正道也退出了历史的舞台，取而代之的是太乙、少林、灵月、天刀为首的新四大派。时光一晃23年，人们依旧沉浸在安乐下，旧时的野心家却在休养生息后偷偷伸出了爪牙，而少年侠客的种子在一个无名山村内悄悄萌芽了。英语江湖是哪个团队做的？我根本没去查。哎，他没有音效。哎呀，呵，呵，发型。灵儿是你，灵儿。有没有月如？月如的头发。月如，月如是你。哎，不对，月如有马尾吗？月如好像没有马尾哦。月如应该不是这个发型。比较偏向这个吧。期待，我跟你的期待。这个吧，这个比较像一点。像吗？好像不太像。不太像。这样子。不像。身为一个可以搞发型的游戏，你竟然没办法让我用成月如的发型，这样对吗？月如马尾吗？它是双马尾吗？还是小马尾？看起来是小马尾啊。有吗？有。它是侧马尾。侧马尾。哦，然后我们来照月如，月如的发型，这个，这蛮像的。十 ，OK， 我们会不会创角色都创了半小时？这个像吗？不像，月如的前面是短刘海，比较像这种的。确定一下，五还是要两边呢？一不像，十二太多，十一好像也太多，好像十比较好哈，十比较像月如，就十吧。我说数字的十啊，好，就这个，像吧？还行啊，眉毛看一下，眉毛是那种比较往下的那种，看一下，看一下，确定一下，它是有点倒钩型的，看一下。
眉毛，我现在哪看得到眉毛啊？好，看得到，好明显。一不要，好像一是最适合的。哦，三好像也不错哦。那在柳叶眉三吗？三蛮像的。哎，五好像也可以。七太多，三怪怪的，还是五好了。胡须不行哦，哦，对不起，胡须不行。肤色应该不用动了吧？我就二跟一，好，是这样，十十五一一。哦，还有五官哦，哇，掉什么时候啊？啊，太丑了吧！新仙剑的林月如是有点圆圆的。有点远远的，感觉一蛮适合的。哎，对，就一吧。眼睛的话，眼睛偏大一点点，感觉一也蛮适合的。哎，五不行，六不行，七不行，八不行，九不行，十不行，好，就一。鼻子的话，鼻子还是一好了，有点小，看不太清楚啊，还是一好了。嘴巴呢？林月如的嘴巴是偏小的，也不小哎。是有点朱红的，这个好了，三三蛮像的吧？特征是什么？哦，字哦，阅读有字吗？没有。可是他那么小，我在怎么看？我眼睛要脱窗了。好，是这样啦，不管了，是这样。你出生在一个这个武林世家，我们林月如生长在一个林家堡，从小给林天南教授七绝剑气、气剑子、阴阳子的绝学。然后就武林世家了，不用想了。好，天赋呢？啊，为什么是没落的？等一下，我不要没落啊！我林家堡那有没落？南宁北省虽然在《仙剑奇侠传二》南宁北省大会林家堡输了，但也没有没落啊。自由成长。好，就这样，没得选，看行侠仗义挂机收益提升10%，玩个游戏而已，还要这样子，可怜呐，可怜呐。啊，五小米不能打上去，可怜啊。哎，怎么办？反正他只能打中文。哇，看一下哦。可以可以可以打字的，
这样会不会太中二啊？OK 的 ，OK 的，就这么决定了，就叫你月如，此人很重义气，可以为了朋友两肋插刀，嗯，合理。一致跟随此人的小伙伴都真更加卖力，反正，干我就知道。惊叹号。相仿，然后嘞，开完之后拿，月如，然后嘞，床上歇息。感觉还 OK 啦，这很像《侠客风云传》啊，这一节。江湖凶险，若没有一身武艺傍身，那是万万不行的。既然小姑娘只要去闯荡江湖，贺某就将碧霜的陈师傅介绍于你。陈师傅早年闯过江湖，虽然教不了什么绝世武功，但是基础功夫却是非常扎实。小姑娘如果去向他请教是最好不过了。陈师傅如今就在碧霜的练功房之中，只要直走到底便可。庄主之意，陈某也不好推辞，不过恰好陈某的酒瘾又犯了，所以你得先替我去商庄对面的酒铺买壶烧刀子来行。这200文钱的酒钱你拿着，快去快回。我当我是跑腿的。欸，真的，如果用手机玩应该很痛苦。除了上妆，是哎、欸、哦，给予这样的游戏真的很单机。果然好久啊，哈哈哈，还是老王家的烧刀是够烈。好吧，看你这丫头这么有诚意的份上，那么陈某就教你武功。接下来，你先去旁边的兵器架上挑一把自己喜欢的兵器装上吧。挑个木剑。离开。请教武艺。剑法飘逸灵动，招式行云流水，且攻势连绵不绝，上玉桥进破敌。你确定想学剑法吗？既然如此，那么陈某就教你一套基础剑法。这套武功威力虽说不强，但胜在基础，招式易学且毫不花俏。如今就传授于你，你认真听好。武功最高十重，每一重有初窥门径，略有小成，炉火纯青、登峰造极四个境界。修炼这几个境界需要耗费一些阅历便可，只是如果要突破到下一重，则需耗费一定的时间，时间长短是个人悟性高低而定。接下来你就先修炼刚学到的武功，将其突破到第二重之后再来找陈某。
哦，是这样子哦，一分钟内可以突破，然后呢，掉到了，这么快就突破到第二重了？怎么最近来拜冲的年轻人个个都是怪胎？当年陈文将这套武功练到第二重，可是花了将近一个月啊！既然进步如此神速，那么接下来就让陈某的弟子小飞来跟你切磋一番。小飞，好的，师傅。我这自动的。战斗还好，你这丫头果然是块练武的料。小飞跟随陈某练了几年，竟还不如你这丫，你这练的一柱像是新手。该教都教给你了，望你以后勤加修炼，不要松懈。你回去找宗主吧，似乎他方才正有事要找你。恶魔果然没看走眼，女侠天纵奇才，竟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就学会了武功。哎，不瞒女侠，方才村里来了 一帮盗匪，袭扰村民。那时恶魔正在村口抵御盗匪，却不想他们竟从北面渡河，潜入庄内，把小环给掳走了。想那小环本是村子西南王。王伯唯一的亲孙女，如若是被那大火糟蹋了，恶魔可就万事也难祈救了。如今为防贼人再来袭，恶魔需坐镇庄中，无法前往营救，还请女侠仗义行侠，将小黄给救回来，就当是闯荡江湖前的一次试炼。为防不测，恶魔还会派一名好手，助女侠一臂之力。可以先了解好的。返回。我们当然学个正妹啊。好，选正妹。既然如此，那么练学请务必护女侠周全。嘿，庄主放心，练学必会照顾好这位女侠的。如今小环被匪人掳掠到村西的山洞里，七斗号食物，女侠沿着石子路前往就可以找到。贺某在此等候女侠的好消息。不真，我总觉得他比较像林月如，他才是林月如吧。啊！我想重造哎，这个发型好像比较像哎。我靠！搞了半天，他比较像林月如啦。我是假月如吧？啊！我想重弄哎。哦，可以扒开衣服字。哇！我现在是玩模拟器，我是要怎么移动的啊？可以扒衣服是不是？怎么扒？欸，可以欸。对不起。然后怎么装？挂件吗？不是。哦，点中间的。欸，他比较像林月如啦。这样我像吗？哎，那怎么又脱衣服？哦，点灯物，哪那么多仙剑联动啊？我觉得他比较像哎，这有像吗？我觉得这只比较像哎。等一下，我先把他的衣服穿上去好了，现在有点尴尬。
是吗？你看多漂亮啊，飘飘。有吗？我就觉得眼睛鼻子怪怪的。欸，在打敌人是不是？哦，哦，真的假的？那我想要换。铁皮箱。目前看下来没有说不好玩啊，还是有乐趣在的啊。那我是要重造，我想重造了。这个念雪好可爱哦，我比较喜欢这个念雪的表情。我现在是三心二意。没有钥匙。我不要，我要女生。小妖走开。哦，升阶。哦，我先配个音。哎呦，哪来的丫头，竟敢只身来到我的过龙江的地盘，胆子倒不小啊。听说刚才这臭丫头打了老子几个兄弟吧，那么金额要不是不给老子一个交代，就休想从这里走出去。投奔怒火。这么娇滴滴的小娘子舞枪弄棒多不好啊。就让大爷来好好疼你吧，嘿嘿嘿。我们现在拿木剑跟他们打，这打得赢吗？哦，赢了！丫头，你等着，老子还会回来找你的。奇怪的地图，开锁。哦，点左边就可以自动放。多谢女侠救命之恩，奴不是女侠相救，这只小黄怕是要给贼人糟蹋了，未免祖父担心，小黄想先回家报个平安，那就有劳女侠了。哎，要点，有信件，然后角色。属性哦，神剑，剑法应该是神法吧？看得出来我在乱点吗？然后剑要升等啊。要一直升等吗？我
觉得背景音乐还不错听啊。忘忧村，然后呢？现在爷爷，孙女终于活着见到你了。小环，真的是你吗？真是老天保佑，你是怎么逃出来的？萧儿家中一贫如洗，也无甚大谢。原本奴禄姑娘是男儿身，小老我倒可以将做主，将小环许配给你。可惜呢。哈哈哈！哎，如果选男生的话，如果选男生的话，他会嫁给我吗？既然如此，如此大恩也只好日后再报，还望姑娘不要怪罪。爷爷，你再说，小环就不理你了。女侠还是先回玉秀山庄去帮小环报个平安吧。小环在家中多待一会。是这样吗？也就是说，如果我选男生，他会嫁给我吗？哦，真的假的？好，那我们今天先到这边好了。好，先到这边。